好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答不出来才是正常的。再问一个。拖吊车右转后直行，等下秒，后方银色轿车却突然失控，往对向滑行，甩飞出去。当时正在停等红灯的骑士反应不及，当场被撞倒在地。驾驶连忙下车关心，员警赶紧到强场制了解。险赔不赔？强，我刚刚应该要确定一下那个电脑的声音应该也有录进来。强制险赔不赔？谁的强制险赔？拖车还是轿车？第三人，责任险赔不赔？拖车的第三人，轿车的第三人。拖车是被保险汽车吗？被拖的那台轿车是被保险汽车吗？被拖的那一台，不是他怎么买保险？好，偶尔会看到这种新闻啊。嗯，Clay 的头已经炸掉了、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录音，回去看10遍。来，还要注意，不小心撞到陈汉典有没有？还要找不同，赔不赔？强制，好、哦，第三人。这些状况都有很多的，会拿出来讲，都有很多要注意的，都有很多要注意的哈。那我们这几天的课会陆续把它上完，然后最后我再把这个前面阶段再放一遍，再来问大家答案。就是如果上完以后答得出来，才能下课。那最后一天会有考试啊，那考卷目前没有人及格过。我们最资深的同事考55分，目前有人55，有人50，有40的，有35的，还没有人45这样子，我把它弄起来这样子，25题单选。好，这些就是，其实你看这几堂课上完以后，大家其实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了。其实我觉得车险很好练习，